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钊 TV 的时钊 News。昨天节目后来也深更半夜拍了一集，那集呢，因为是从跟大家汇总一些现实的资料，所以拍挺费劲的。那拍一个视频，那要那么拍的话，挺费劲的，好几个小时拍那一个节目，所以就今天拍的，尽管是周末拍的稍微晚一点。香港呢，再次街头恢复了这个冲突。下午3、4点钟，警察就开始抓人，开始打人。它是一个，我只能说它是一个，它是个过程吧。里面整个暴力的概念，就是跟香港警察自身有关系。而香港警察低层警察就是为了钱，怕丢掉这份工作。你看一看国泰的航空公司，你就知道，他警察不敢，只能往前冲。在冲的过程中，人就会变得丧心病狂，他就会觉得，因为他要留住这份工作，他就不希望街头有人。那街头没人了，我也不至于打人吧？谁让你去上街头？那我干就这份活，我就打。那出来太频繁了，我也烦了，我就受不了，我的怒火就撒在你身上了。邪恶的之源在他上头。恶之源在它上头，它上面的原因是有野心的，它上面的原因是跟中共是绑在一起的，就像这个一样，这是23号，就和你托，这是23号，我们知道香港之路的做法，结果呢，中共呢，他们糊弄习近平真能糊弄，也不知道糊弄习近平是糊，反正是糊弄党中央，党中央是拒绝。香港现在的香港人的态度嘛，是误托黑手，误托黑手，他基本从那儿改过来的，误托黑手，守护香港，拒绝黑手，但他用了这么个图，用这么个图，那人非洲人怎么办呢？这个黑，他这整个是，他就把这只手给描黑了，然后改一下字就完了，他是中间转过来的。那这是中央电视台的，《人民日报》的评论了，昨天的，什么激进分子啊，什么这个，波罗的海之路是怎么回事？波罗的海之路就是解体苏联，那是没错的。但是当说误托黑手的时候，这么去放的时候，那让我想到，你知道山东大学欢迎让大陆的女孩子陪着黑人，那个怎么玩啊？我没跟大陆做这些事情，跟党放在一起，垃圾都不如。这是垃圾都不如啊！这基本就是，波罗的海之路30周年特别计划，乌托黑手。所以这是很有趣的，就是那牵扯到爱国主义呢，他就比较严肃了嘛。牵扯到爱国主义比较严肃，这是原图，这是他修改图。所以这是基本就是故事就这么来的，你看他底下写的"乱够了，停止暴力"，那祈救香港"乱够了"，这是《人民日报》写的。那林郑月娥也说："哎呀，大家都累了，很特别。"但昨天晚上那期节目呢，跟大家汇总了一个，就是从文殊菩萨的坐骑那只狮子青狮而衍生出来的。那只青狮对称了习近平去了莫高窟，然后在这个昨天点燃起狮子山的，狮子山整个被点起，被点亮，狮子山脚踏的是9条龙，对吧？前后就对应了，跟现在的状况是完全对应。第九条龙对应着习近平属蛇，蛇打7寸。结果同样呢。也是23号呢，川普发难，把所有进口产、所有中国产品提高5%的关税，所有的都提高5%的关税。而川普本身就叫金毛狮子，就把它称为叫金毛狮子，就这么说的。那当时狮子在佛家里面呢，其实都有讲法，都有讲头，都代表它的勇猛、精进，而且那种，是一种正义的化身，铲除妖魔的概念，但同时是有善良的概念在其中。而英国本身就是狮子，
而香港在这个英国时期呢，它的旗子叫什么？就叫是，也同样是狮子旗。这样的话，英国那因为那个英国政府外交部的雇员的事情，所以就英国、美国被中共称为黑手。那现在呢，乌托黑手，挺应景的，啊，挺应景的。邪恶呢是中共来的，是那条蛇，是那条龙，是那条蛇，成为了习近平的化身。我讲的是这个意思，而这民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个狮子呢，你可以看到文殊菩萨的那个坐骑，而那个那而从那儿引申过来的是因为习近平用了《华严经》里面与《华严经》相关的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，而他去了莫高窟，61窟，那就是从就是。五台山的道场是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，跟正定县、河北正定县临济寺直接相关，也就回馈了习近平自己政治仕途起家的地方，所以这前后是完全扣在一起的。所以我说的意思，三个狮子汇在一起呢，斩妖除魔，其实。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说，基本就是这事儿在人间会结束了，啊，共产党在人间会没有了，这是我基本上的故事当中的说法。结果其实也在昨天呢，大卷登了一篇文章，他是他独家专访的文章，而这篇文章呢是直接爆料来的，说在19号，他听了一个习近平传达习近平的讲话。半个小时有关香港，跟现在局面有点特别，我只能说有点特别。所以我当时看过之后呢，我当时主要是关注我们看到的，香港之路跟川普的新闻就占据了那条新闻，终归那条新闻是传言，所以今天是星期六，就跟大家分享那条新闻。他讲的是独家的，啊，他讲的是独家，是18号，他说习近平跟中南海的高层，他没说都什么人。18号看了当天的集会场面。19号早晨，他讲8月19号早晨，北京紧急向在港的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习近平最近的指示：谁惹了麻烦，谁自己负解决，自己去善后处理，不要再给中央添压力。他这句话。这句话不是这句话，如果是真有这么句话的话，那我只能说这是第二次表达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在6月份、7月份过后，就传达过类似的话，谁惹的麻烦谁自己弄，那是当时对等的说法是，否定了韩正。说把香港的事务转给了外交部，那现在看呢，就没转给外交部，对吧？那还是原来港澳办那一套系统，因为到了8月7号，比较典型就是8月7号，这个张晓明到了深圳，就把包括李嘉诚等这一类人500多人给弄到深圳去训话，才出现了我们看到才出现了其他一连串的相当强硬的做法。地产商们只能表态，大生意人只能表态，这是前后的故事是在那样的，所以那也就是说，这句话的类似意思不是现在出来的，真假我们不说哈，我只能说我能知道的，因为有难度，而且现在比较乱，它就有很大的目的性。18号的集会。它的数字整个过程一直到18号晚上，19号下午，习近平就出现在莫高窟。那18号，如果习近平跟中南海高层在中南海看的这个所谓的故事的话，这中间就故事就比较深了，就是说。他们一起看过了19号，但18号等到晚上9、10点钟了吧？
才出来的那个数字170吧。你前北京的时间跟上海的时间是一样啊，那也就是说，习近平去莫高窟不是临时决定的，是在他的计划之内嘞。看到18号的场面，那习近平并没有改变他的行程，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故事在前，因为中间你可以看到中间是有差错的，中间是有交叉的。20号，彭斯有摊牌，有讲话，谈到了这个联合声明，这都无所谓了，我们就讲他这个讲话这部分。据在香港的红二代披露，说这是反送中以来习近平首次表达，传达内容约半个小时，对象中共驻香港各机关机构，包括中联办的正副主任、军方、国营大企业等机构，那这是电话会议，对吧？这应该是电话会议，这不是一个，就是电话会议是。那要求被指定的人进入某一个区域环境来传达习近平的讲话，这可以这么说，啊，这部分是完全成立的，这是完全成立。所以他也提到，这是在香港的红二代，那他自己应该是讲他自己亲自听到，那可以，那我觉得是能接受的。8月18号大游行。中南海透过100多个监控单位，动用了公安、安全部、资讯、总政、总参，在香港的所有的等部委2000多情报人员，同时上线观看当时游行的直播，包括大剧院新唐人的直播。这名红二代讲说，中共高层看了8月18号，都说不得不服香港人。他这么讲，只能这，我们就只能这么说了，因为这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，对吧？差距在说，按照这个讲法，那他到底是会在一起来看的呢？因为时间先后太短了，你是会在一起，不是看的录像，他看的是直播，那还是各自在自己的家里面看的呢？这是真的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个问题，因为同时还牵扯到中共高层在中南海的说法，有这个状况啊。我提出这个状况的意思就是爆料者的目的，爆料者有他的目的，他为什么选择了大纪元作为独家爆料？今天是24号，他开会的时间19号。爆料，那爆料的时间是23号。如果有这么多人，2000多人都参加这次会议，2000多人都听到了习近平将要讲的话，其他渠道都没有。啊，其他渠道都没有。所以这是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提出质疑，因为23号是一个关键的日子，我们昨天就是23号。谁惹的麻烦，谁自己。解决自己去善后处理，不要再给中央添麻烦。李克强说，香港人是压不服的，并要求香港政府立即解决民生问题。前一句话不是新的话，是老话，但这个话早在2014年，在雨伞运动的时候，2014年9月28号，当时张德江、张晓明。还有谁？当时港澳办的那个头，6个人，还有那个刘什么，那个女的，现在应该退了。他们几个人来到了这个晚上10点多，到了习近平的办公室，要求习近平下达命令开枪，在金钟，9月28号晚上10点多，9月28号晚上9点多，在8点多到9点多。金钟的警察已经完全封闭，以封闭的方式，现在很多是这样的哈，以封闭的方式，辨不清面目，他们彼此之间也认不清的背景之下，亮出的旗子，马上离开，不离开就要开枪。
所以那是当时的，结果当时的话基本就是这话，谁惹的事儿绝对不能开枪，谁惹的事儿谁处理，不要给中央添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以为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人说话的话，这个人是有目的的，这个人是有目的的，因为这个话，你现在的林郑月娥谁惹的麻烦，谁惹的麻烦自己去解决的话，他要撤回，你让不让撤回？是他林郑月娥坚持不撤回，他说了寿终正寝，他用了英文 is dead， 然后他再逼到他还是叫已死，然后路透社追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权利，他说要听中联办的，没有，他说当时要听港澳办的，因为港澳办的发言人很信任他林郑，信任港府，信任警察，这是他讲的原话。那习近平这个讲话怎么能承担责任呢？他怎么去负责任呢？他没有权利啊，他怎么去解决呢？而这个说法是在七月过后，就是当时的传言说韩正遭到指责，港澳办被剥夺权力，然后转给了外交部，是一样的。当时我们的节目也提到说，嘿，那不对呀，那你让他怎么弄啊？人家让他下台，五大诉求，一个被要求下台的人，他怎么去善后啊？把自己杀了不就完了吗？这是唯一的善后啊。所以我以为是那个这个二代有关系，有问题啊，这个二代的说话有问题，他没有他传递的时间，他没有这个，他没有习近平的讲这番话的时间的背景。李克强强调林郑这个人绝对信不过，香港特首办林郑伙同港澳办、中联办、民建联骗中央习近平当局，自以为是，给中央添乱，让北京以为他们能够搞定。这话出自于李克强，我觉得有诈。所有人都知道林郑是习近平挑的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那港澳办整个这一切，中联办、港澳办、民建联全是曾庆红的力量，不是现在就知道，2014年就是。那李克强在这2014年，李克强就在台上，2014年今天现在说这话，5年之后说这话，这里头有毛病，对吧？那些人都没有变呢。2014年的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就是现在的港澳办主任呢。所以，我只能说爆料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个是禁不住推敲的。我刚才说了，另外一个禁不住推敲的原因是因为，没有其他媒体报，他却讲说有2000多人参加，有2000多人，而且这2000多人很多都是驻港系统的，那重港系统的2000多人里面，是不是起码还有多一半是曾庆红原来的人马？如果没有不是曾庆红原来的人马，李克强为什么这么表达？那些人就任意就听得这么去表达而无力抗争，而如果他无力抗争的话，明明李克强指责他们在欺骗习近平，欺骗他们所有的人，这是死罪。所以我以为复杂性比较大，我个人觉得复杂性比较大。还披露所谓中央不同部门在香港搞的传达会，都是港澳办、中央办那帮搞的，跟习近平不同调。习近平讲话要按成都模式处理香港，众叛示威人，这些北戴河会议传达共识，这都是不实之言。基本我们都，你像那个成都模式，基本我们都没用。我个人来讲，到现在一直没变，只是看他习近平自己怎么把握。只看他这些东西，这个整个这一部分，你看起来
是把习近平跟目前的香港的问题隔开，可是所有人又顶在习近平脑袋上，谁都明白在顶在他习近平脑袋上，是不是这道理？你自己为什么不处理事情？那川普为什么那么处理事情？这道很简单，如果这是这么一个开明的态度的话，那为什么在二十三号早晨他把750亿那个美国产品加征5%关税，跟川普死磕？我这是前后这是对不上茬的，啊，这是对不上。红二代说实际不存在，就剩下高层和军方老人度假。政治上没有影响力，习近平也不听老人的。那习近平借着北戴河会议的期间，因为七月底他就不见人了，一直到19号他才露面。七月底不见人，19号露面，那叫北戴河会议结束，是不是？那到底有还是没有？发挥不了影响作用，这是肯定的。但老人发挥不了影响作用，那中联办、港澳办为什么合伙，包括建制派的，要跟习近平死磕？那除非你爆料的人是假的，可完全可以这么讲，对吧？那中间的冲突也可以存在，现在是你习近平的态度，而不是你两手一甩弯，说我到嘉峪关去听喊万岁去了。那是扯驴蛋的事，瞎扯淡。讲话包括不让军队入香港，不希望看到香港事情波及到中国大陆，以及出现香港民众针对北京中央。香港民众针对北京中央可不是现在啊。争取双普选，争取双普选叫不叫针对中央啊？哎，爆的料跟没有料是一样的啊。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们跟踪这么长时间，他的爆料等于没爆料，等于把东西组合一下就完了。2000多人19号听了半个小时的传达，到了今天的24号没有第二个人做佐证，这是问题。19号传达完，香港中联办几个人面色难看。我为什么说这是问题？在我们的节目中痛斥中联办，痛斥港澳办，就是曾庆红的势力。那这种说法能表明什么？表明是跟某些媒体的以被爆料的媒体的一些态度相吻合。那这红二代是坏蛋，他有目的的，有目的的来维持在中央上层习近平跟江泽民、曾庆红之间的分裂，来和而维持江泽民突然出现一种因为你跟江泽民分裂之后，你感觉上分裂之后，他就一种正面的形象了哈，又恢复到原来正面的形象。因为这东西如果在2014年讲、2015年讲，那就是那么回事，但你到了2019年讲，我觉得就有问题了。传达后，林郑月娥的态度放缓，承诺推进讲平台，扩大监警会调查，梁定邦公开承认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。林郑不应该就现在就将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路封死，是有这个说法，但到了今天又全改了，昨天就全改了。监警会的副主席明确讲说，警察为什么不带警号呢？带警号他们不敢出手打人。那现在刚刚发生的呢，那个孩子都已经头都被打破了，拖在地上拖他，还在打他，哎，就这么回事了。这就是警察正在发生，而且今天的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下午3-4点钟警察就上路开始清场，18号那天没清场，所以暴力都是他们做的，坏事都是他们做的。另外一个女孩子被两个女警察在这个屋里面都给扒光了，全都扒光，故意袭击她的胸部。等她出女孩子出门的时候，外头站了10几个男人，对吧？在有关那个老人，就是62岁的那个老人
当时在6月26号被羞辱时，那个监控器拍照的时候，那样的警察面对一个62岁的老男人，还在他下身上下手去怼咕呢。这就是今天的香港警察，你别说他是谁，男女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叫灵与肉，他们就是这样，他们就像被狐狸附体一样，被那乱七八糟附体一样。男人看见女人就放火，女人看见女人就想把她扒光了。我不开玩笑。那天节目我跟大家说，大屁股撅起，屁股一撅起来，你妈生了你，她不知道你爹是谁。今天的中国社会，大国崛起，所以孙子不是孙子，儿子不是孙儿子，爷不是爷，爷爷嫖娼碰上儿媳妇儿，是不是？那东西叫新闻吗？那谁不卖呀？谁不买呀？好，有东西闲着，荒了怎么办呢？他就这样，很多香港朋友太，生活在文明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节目中我说，当你喊出"与神同行"的时候，在一开始是一种向往；当你再喊到"天灭中共"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中共就是魔。当你喊香港喊出"与神同行"的时候，香港的警察就是妖鬼，港府就是妖精。为什么与神同行？是不是？要是政治分歧，不用这个，对吧？这就是生命上的一种概念嘛。所以就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这是质疑的。同时，国内批评香港舆论降温没用，对吧？不要拉黑手，还在这么干，不在视频播放武警大兵营，那个没错。富国豪的事情，全部降温。富国豪的事情，当时降温是因为被人家人肉搜出来，他是国安的特务，对吧？他是国安的特务。红二代披露，他就是国安的特务，是挂名的记者。这个东西不是他透露啊，是当时就发现了。所以，那为什么他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他有目的的，他要拖棋时间。他为什么要欺骗大局？在我眼睛里，我觉得他有欺骗之嫌。啊，我个人觉得是有着欺骗之嫌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21号晚上，元朗事件，清场没放催泪弹，也没有冲进去抓捕人，他就表示这篇文章在表示不同。那今天不是哦，到处催泪弹呢，那港铁都接了这个警察的命令，封杀掉港铁了。封杀这个在游行地方，港铁全都停止停站，不让停了。那故意去阻挠人民游行啊！港铁说这是跟警察商量的结果嘞，对吧？我这里想提出来，关键就是说，关键就是说，他说有所收敛，根本没有哈，这个。这个红二代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这么做？欺骗大局，欺骗媒体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啊，因为你今天表现出来已经跟这个描绘完全不同了，而他用的资料没有任何新资料。感谢朋友，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，我觉得大家要一定要分清楚。是魔的就是魔，是鬼的就是鬼，是妖的就是妖。为什么？只要在利益上的，必是妖魔鬼怪。因为今天是灵与肉的之间的冲突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